又是我阿 Q 啊，我答应了大家会拍的嘛，咁啊应该是一个礼拜一次片，今日是仲未过期，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BB 的皮肤到底是怎样执的呢。咁啊，终于俾我等到一个 BB， 平时的 BB 咧，其实耐唔耐都会有皮肤的问题啦。咁啊，唔好以为每一个 BB 都是白白滑滑嘅。咁啊，但系咁啱今次咧，就俾我等到一个 BB 系真系比较红，同埋比较多呢啲 baby acne 嘅。咁就可以作为一个示范啦。但系呢个 BB 个轮廓真系好靓咯。好，咁我哋就可以开始啦。其实不是只是 BB 的，我想其实大人啊，我们自己的相呢，皮肤上其实都可以是这样执的。咁最近我都一路尝试很多一些新的执相方法啦，咁希望自己一路有不同的进步。 OK， 来到这一张相啦，望望它先，我都望一望这个它那个 spec 是怎样的呢，看看应该不会太大声嗬，个背景音乐系啦。咁呢一张相咧，我影嘅时候咧就系落咗闪灯嘅。你见到个光源咧，其实喺头顶嗰边嚟啦。咁啊，做咗一个少少靓靓地嘅一个 baby 嗰个阴影啦。咁啊，呢个阴影叫做 butterfly shadow。咁啊，如果之后有机会想听更加多关于 lighting 嘅嘢咧，咁啊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啦。咁当我用咗闪光灯嘅时候呢，咁、那个快门就会係125/1秒。而个光圈呢，今次係开到好大好大嘅，係用到点白光圈嘅，咁就用到盡嘅。ISO 250。咁而我用緊嘅 lens 呢，就係 Sony 嘅蔡司 55mm 嘅 lens。好，咁嚟到呢张相呢，其实 BB 係有少少偏黄嘅个肤色。咁但唔緊要，只要落咗一层嘅 preset， 咁其实已经美白咗好多㗎啦。想要呢个 preset 同我讲啊，我暂时就仲未开放 download 嘅，但係呢唔排除将来有更加多嘅preset 出咗，咁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喺 Photoshop 里面呢，按住个 R 呢，其实就可以 rotate 张相㗎啦。咁整咗个 preset 之后呢，我第一时间又係啦，同上次一樣，都是會處理了一些大的瑕疵先。哎呀，那個 iMac 還未到啊，好期待啊，太遲落單啊，搞到七月中才有。不緊要，暫時它都還頂得順我這個這個8GB RAM 還頂得順我現在的製作進度的。咁但系就佢白激冇办法处理太多重嘅工作，即系变咗你执相还执相，咁其他嘢就未必 OK 啦。咁咪要分开做啦，即系冇得一次过执完相又即刻剪片，跟住又即刻做封面图，然后即刻 send 出去。呢部机应该未必接受到咁多重嘅工序嘅。個音樂會唔會太嘈？細聲少少先。冇音樂咧，我係好難執相噶。我真係覺得我自己有少少好難專注啊。嗰啲叫咩？坐唔定。有少少音樂播住咧，咁我就可以 focus 好多啦。或者其實我一路講嘢咧，反而會令到我更加專注去執相。所以啲同事喺 office 見到我咧，我基本上係唔會出聲。好啦，但係一粒粒執咗之後咧，其實佢已經好咗好多噶啦。其實個 preset 已經幫咗好多噶啦。咁跟住黑眼圈，其實 BB 嘅黑眼圈真係唔犀利嘅，少少啦，叫做等翻佢等下 B 有啲砰砰出嚟嘅感覺。嗱，除咗咧。黃啊、暗瘡啊，其實 BB 最大問題就係會有時紅啊。咁如果 BB 係十零日大嘅，就更加紅嘅情況會好明顯嘅。咁通常咧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拍攝啲 BB 差唔多20日左緊嘅，又未去到一個月大。咁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最肥嘟嘟得嚟啦，又冇咁紅啦，又有翻自己少少膚色啦，咁樣。其实依家我都已经系大范围、好大范围、好粗略咁样样执咗
一啲好大嘅瑕疵，咁啊用印仔啦。其實額頭呢啲黑黑地嘅位咧，我有時都會打亮一下噶，但係我就覺得唔需要太多嘅，因為呢啲咧某程度上都係佢啲輪廓嘅地方。如果將佢變到好像卜卜個額頭咧，係靚嘅，但係的確係會令到失真咗少少嘅。好，跟住我哋嚟到 preset 嘅地方啦，一如以往都係會用一個去紅嘅先，將一啲咧唔係太關事嘅地方嘅紅印咧整走咗佢先。咁我用嘅那個透明度咧好低嘅啫，都係少少咯。好，睇下身體嘅地方有冇地方都需要去紅嘅，咁啊都係啲啲嘅啫。咁啊，隨時可以望前後對比，都係少少唔同嘅啫。跟住我就比較會中意咧，最近中意用一個 soft 嘅 skin。咁嗱，撳咗之後咧，佢就好快會做咗一個 surface burn。咁啊，表面模糊咗之後，其實咧就會超美肌嘅。咁但係當然，我係會畫翻佢啲眼耳口鼻出嚟嘅。咁啊，而家係未落㗎，咁啊，只不過喺隔離做咗一層隱形嘅嘢。咁依家就可以真係動工嗰一拍啦。好，咁當這個呢個咧，你落筆嘅時候咧，就大概 feel 到咧，要去到幾勁噶啦。咁啊，呢個就好似美圖秀秀嘅動作。咁我又唔係太介意花多啲時間去做呢樣嘢。咁佢只可以做到啲大範圍嘅 blur 噶啫。至於一啲細位咧，我就建議都係開一個新嘅 layer。然後在這些地方加上一點點細緻的地方，好，一點點甩皮。 OK， 暫時去到這個位置呢都還可以的。跟著呢，其實它唇色都夠的，但有時候我都是喜歡補一點那麼多的紅潤給它。好，做了什麼？什麼事？诶，佢今日部电脑有啲搞笑。OK， 系我冇啊，我应该将呢个时候开咗做飞人模式。好，咁啊，加咗少少嘅啫，真系唔多嘅。始终男仔咧，我都想佢个感觉咧系咁样咧，大致上都 OK 噶啦。跟住咧，我就有少咁多咗嘢，唔好意思，呢个唔系啊。佢已經啊，平時執相都冇咁樣樣喎，真係去到咧呢個邊錄製邊執相嘅時候先至會咁樣樣，冇錯。跟住咧，好，咁我就會加翻少少嘅，畫翻出一啲佢嘅眉毛啊，一啲眼睫毛啊，咁樣啦。咁可能你唔係好覺㗎，但係放大嚟睇，或者真係上到去 social media 咧，你就會明顯覺得係會唔同。因為咧 social media 張相好細，將有啲細位你做得仔細啲咧，其實出嚟效果就會明顯啲。好，哎呀，打翻靚張相先。咁啊就係、是。這個就是完成的感覺啦。其實又不宜做太多東西的，我自己覺得呢現在這樣就已經很漂亮了。其實 BB 的皮膚又真的不是真的很難搞的。好，已經 OK 了，不過我覺得呢可以紅潤加多一點點的劇量試一下，看看效果。哦，給個唇膏佢。OK， 好，咁咧就掂曬啦。咁就今日嘅分享係超級之快，希望你哋都睇得開心啦。其實有時太長咧都睇得幾辛苦。咁啊，睇下有啲乜嘢地方唔清楚嘅，大家再問我啦。好，我哋下次見。